那个接下来那个由我大闺女给大家伙录制一首这个神曲，叫《勇敢的鄂伦春》，是一首儿童的歌曲，由我大闺女自弹自唱。那个圆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就开始了啊！喜欢听的话，喜欢一下评论、转发和点赞啊！再见。